着火啦！快打119啊！我的妈呀，我是不是第一名？挑战穿网红袜逛店完成，这也是粉丝强烈要求的一条视频安排。嚯，右脚、左脚、左手、右手，拿捏。啊，充电宝，对对对，要不然没电。Moments later， 充电成功，这个才是灵魂。哎呦，你看我带进来，我的眼镜就这样下来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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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，OK。挑战网红蛙逛店完成，出发！我们先去买游戏币，一、二、一。一二一，就是这里。我们先去玩投篮和开车，在那个角落。在这里温馨提示各位小伙伴，电玩虽然好玩，但是不要沉迷，因为方伟叔叔的眼睛就是在小时候打电玩打多了，然后近视的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向我学习。你好，走吧，我要挑战的就是这个投篮。嘿，看近了，两个，五个，六个，吼吼吼。背后投篮，怎么都没进呢？哎，球呢？时间到了吗？我只有18分，我们再玩一次吧。这次我要挑战突破20分。呼啊，差一点，进了！哇哟，又进了！连进3个，连进5个，啊哒！哦耶，我已经突破自己了，24分，挑战成功。接下来我们去开车，这个可是我最喜欢的项目啊！哎呀，长胖了，果然不方便呀。随便选辆车都行了，重要的是技术，对不对？开始，开始吧 ，Ready Go！ 哎，我怎么又跑不动了？我竟然输在起跑线上了！哇，我漂移！哎呦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太颠簸了吧！我跑到隧道里面来了，时光隧道，原始森林，氮气加速！哇，我像飞一样的感觉！哇哦，看我就超越了一位小伙伴！呜、哦，这个椅子好颠簸呀！喂。怎么回事？刚刚怎么回事？还有81秒，加速！哇，这个小伙子很厉害呀！哇哦哇哦，着火了！快打119啊！哎呦，看都好刺激啊，好刺激！我的妈呀，我是不是第一名？看结果，看结果，第5名。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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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丢人了，我真的全身是汗啊，确实很紧张，就是视野不太好，因为只有一条缝，看得不是很清楚。没关系，我们去打拳。1、2，砰！哇哇哇，还在增加，还在增加，1000千克，还可以再来一次，我一定要突破1000。大家请把方伟加油打在公屏上。啪嗒，还是1000，我觉得这个设备有点不太灵光，不好玩，换一个项目。你是不是憋气儿啊？没电了，那怎么办啊？我这样一拳把自己打没电了。我们去玩点别的吧，摩托车总得玩一下吧。这个地方是不是坏了？确认，原来是水上的摩托艇啊！加速！哇，好酷啊！这个特效，我要超越他们，我要超越他们！哇，哇塞，感觉在天上飞一样！加速！哇，好刺激啊！嘣！哎呦，我觉得我已经掌握手感了。左转，我真是高手啊！第13名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重在参与。比赛第一，友谊第二啊！不不不不不，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哎，这个青蛙的衣服，它消气以后就比较贴身，不舒服。休息一下。哎呀，好热，里面真的好热。嗨，小朋友们都跟过来了，我有点不好意思了。Later. 我们刚换了一块电池，现在又鼓起来了，就凉快一些。接下来，方伟要去做一件比较勇敢的事情，我要去跳舞。嘿嘿嘿，吼，蹦蹦蹦蹦，跳舞机我是这辈子从来没玩过的，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跳舞很难看。嘿嘿嘿，下，这边这边是这样吗？我怎么感觉一个都不对？蹦蹦，哎呀，错过了错过了，哎呀，我觉得还不如我自己发挥呢。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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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走过了走过了，耶、yeah ！
完美收官。哎，不行了，哎，这个东西真的好累，62000多分，厉不厉害？还好我今天戴着头套，如果大家都认识我的话，我就会放不开。耶、yeah, 我又尝试了一次自己不敢尝试的运动，完美。再去干点别的吧，还有什么好玩的呢？这个是我儿子特别喜欢的项目，我要试一试，体验一下孩子的快乐。来吧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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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太过分了，你们这么多人欺负我一个，请求支援，敌军太多了，我一个人搞不定啊，这太不美好了。结束了，我玩了才不到1分钟就结束了，太快了吧，这个钱花的不值。你好，我们拍个合影，看那边。耶、yeah! 我觉得这个游乐场比较好玩一点的项目已经被我体验过了，马上要开学了，希望各位小伙伴调整好心态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这条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帮我们点赞评论转发收藏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